小帽上。哇，好热闹啊！大家看见舞狮都好高兴啊！不如我们表演舞狮给爹地妈咪看吧，他们一定会喜欢的。你们啊，连道具都没有，怎么表演？那我们各自回家制作一个狮头吧。赞成。首先，我们要先画设计图。好像少了些什么哦，完美。东西带来了没？当然，漂亮吧？睁大你的眼睛，看看我们的结晶饼吧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看清楚吧！哒啦！啊！那我们开始彩排吧！那我的狮头还用吗？